家好，我是柯和丽。你是传统牙刷派还是电动牙刷派？像我自己呢，使用过很多不同品牌的电动牙刷。我最近呢，持续在使用的是这一款大可波波的极净钻白音波电动牙刷。我很喜欢这一支电动牙刷，是因为它非常的轻巧，而且它的外观很时尚，是很好看的白色。然后它还有另外一个颜色呢，是这样子的莫兰迪粉色，我觉得都非常的有质感，不管是男生女生用的都很适合。它使用的呢是美国的杜邦刷嘛，我觉得它的柔软度跟强韧度都是刚刚好的，在刷牙的时候可以刷到每一个角落，然后不会让牙齿觉得不舒服。它五段模式可以自由选择，你这样轻按，每分钟呢会有4万次的微震动。在刷的时候呢，它会有30秒的换区提醒，就是你如果刷同一个区域到30秒的时候，它就会停顿下来告诉你说该换另外一边刷咯。然后你持续刷牙的时候，它还有2分钟的记忆功能，告诉你说2分钟到了，刷好咯。这支电动牙刷它使用的是安全锂电池，只要你充完电，它可以持续使用180天，续航力非常的高。它的刷头都是可以拆下来做替换清洗的，我觉得非常的方便。我最喜欢的地方就是它是全机可洗防水的，它有 IPX7 级防水，直接清洗不怕进水。我非常喜欢大可波波的极净钻白音波电动牙刷，因为它的外形真的很轻巧、很时尚、很有质感，去旅行的时候带它都很方便。而且它充一次电呢，就可以使用180天，我觉得这续航力是非常棒的，很好用，推荐给你们。